叫我呀！你老爷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这怎么得了啊？这怎么活呀？你给我们做主啊！老爷，我们怎么活呀？老爷，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对赤金镯子呀！老爷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那把那个金如意也给抢走了。什么？老爷，金如意，你这个小贱人，我怎么跟你说话？拿我给老爷！哎呀，别来了！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实话告诉你们，他流落锅子拿走的，不过我九牛之一毛。他拿走你们一件，我再送你们十件。哎呀，大爷，你是啊，你对我们可太好了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？千金散去还复来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跟毕公子的事儿，老夫到时候一定会操心的啊。哎，刘安，老王爷请安。哎，请。你们老爷呢？田旭，哎呀，老太真来了呀。啊，您好啊，老泰山，看这样子就要启程了。哎呀，老泰山，小旭在金殿之上已经得到恩准，致仕还乡了，快去找你姐姐。是，圣旨到了。金殿之上，皇上有个口谕，老爷子您是亲耳听到的呀？嗯，我听到了。当今皇上喜怒无常啊！啊，好了，今儿个咱们爷儿俩可要好好的喝两盅，以壮行色。那是当然。爹，哎，听您的口气，这丢了顶带倒是个喜庆事儿似的。哎呀，你姐姐，您带我一块走吧，免得留我孤身一人凄苦等待。好妹妹，这你就错了，你现在是我爹的干闺女了，也是金枝玉叶，还是留在城里吧，何必跟着我们去受苦。爹的年岁大了，一味的这样贪杯，你也要劝劝他。待我辛苦了。放心吧，殷红妹妹，只要我刘墉一息尚存，我一定要力求皇上让他把李靖的袈裟脱了，让你们俩终成秦晋之好。哎，白眼刀，过来！哎，快去备酒席。哎，好嘞。胡胜啊，奴才在。这几天朕上朝，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？刘墉上哪儿去了？皇二爷，那天金殿上，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。朕准了吗？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。奴才想，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。胡胜啊，咋？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，他是真的呢，还是装装样子呢？奴才琢磨着，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。那天在乾清宫外，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。什么？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？这头犟驴，他是想卸磨了。哈，朕还是得给他套上。哼，
胡生啊，扎传旨，选刘墉副职，官授二品，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。扎，哎，对了，你先到刘府去看看，如果他已经上路了，你快马一道把他给我追回来。扎。来，倒上倒上。哎，喝呀，我喝呀，来，喝喝喝喝喝喝，来，给老爷子倒上，我再给您倒点。爹，吃点菜吧。我不吃菜。我不吃菜。老泰山，好酒量啊，老泰山。来，燕翠妹妹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没喝？倒是先醉了。来，老泰山，敬你一杯。我去看看。张成啊，哎，来给老王爷、老太爷倒酒。哎，老太爷，您高兴，多喝两杯。班长，老泰山，你找我。老泰山，这样也好，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。来喝酒，老泰山。好。喝，哎，喝喝喝，哎，再来一杯，好，是不是有喜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吧。刘墉接旨。刘墉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革职庶民刘墉，戴罪叩请，致仕还乡。刘墉虽罪有应得，然圣意浩恩。刘墉官授二品，外放广西巡抚，五日内赴任，钦此。刘墉还不快领旨谢恩。刘墉谢主隆恩。胡公公，六王爷。爹，什么事儿啊？外放广西，五日内上任。燕翠，还不来敬老爷一杯？夫人，哎呀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还不向老爷道喜呀？哎呦，今儿个一大早啊，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上落着一只花尾巴喜鹊，一个劲儿的朝着老爷书房里叫，这不果真有喜事儿。哎呀，我说夫人呐，这是杯苦酒，你还道什么喜呀？闺女，皇上降旨到广西去当差，这是好事儿。哎，胡公公啊，千万别跟皇上说呀。哎，刘大人，咱交情不错呀。啊，嗨，我说的喜不是你们这个喜。你说是什么喜啊？我是说燕翠有喜了。夫人，你再说一遍。燕翠有喜了。燕翠 是真的。哎呦，燕翠呀，我刘墉谢谢了。老爷请起。请起，老爷。哎，谢谢了。胡公公，刘大夫让喝一杯再走。王爷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。哎，张成刘安，赶快放鞭炮，要100响的。哎呀，老爷子，好
老泰山，老泰山，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！哎呀，那当然不用喝了。还有，姑姑姑，快请快请！哎，请姑姑请，快快请！放鞭炮！请问先生，小夫人有几个月的身孕了？按脉理推测，已经有三个月了。哦，老泰山，这事儿有点奇异呀、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？尊夫人身材苗条，婀娜多姿，而且时间不到，自然就不明显了。哦，燕翠。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夫人，真的没说什么。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？老泰山，我说呀，燕翠的肚子像包子，皮儿包馅儿的。张林，给您来。给您，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、啊，大人，大人我告诉你，哎，张成，哎，宋先生，先生您请，哎，老王爷，我告辞了，请请请，爹，一会儿来干来说，说什么话？老爷，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。中秋贡品，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，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，找我作甚？大人，您忘了，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，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。哎呀，我已经不是庶民了，哎，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。是啊，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，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。哦，刘安，哎，叫差人进来。是嘞，去吧。那边，您在这儿等待我家老爷，两位随我到厨房。你呀、你刚才说燕翠说的，我是越想越可笑。对了，你呀、也有公事，我去看看燕翠去。我就不陪你。哎，不要不要。哎，您慢走。哎，好好好。请。广西张仁拜见大人。好，快快请起。刘安，在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，弄点饭吃。快去，走吧。请坐。谢大人。请问找我有何公干？韦大人，我刚到京城，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，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。这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？荔浦芋头。荔浦芋头，我还真没尝过。大人不知，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远近闻名啊，香甜松软。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，何大人赞不绝口，再三向皇上推荐，皇上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。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？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班倒，紧赶慢赶，走了七七四十九天。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哦。可是等等等等，
七七四十九天是车船，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七两银子一个呀，差不多。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相供了，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哥哥皇宫贵族，这四楼哪够用啊，明年中秋还不得供四十楼。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八坛，安徽古井贡酒七十二坛，山西汾酒八坛，顺天府玉传春露六十坛，贵州茅台一十六坛，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两箱，钱塘府送西湖莲子八篓，已到通州，明日到京。皇上，皇上，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禁城外候旨，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呈供啊？何爱卿，皇上，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，回禀皇上，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，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，皇上已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四篓。哦，胡胜啊，在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？回皇上，荔浦芋头一已到京，公差已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，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。哦，朕今儿晚上就想吃着荔浦芋头啊。